面试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他更早之前有向薪水进行工作，就关于他的加班费啊，还有他的不被带到高雄去工作等等相关事情。可是这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劳工局的人或是劳会的人，对他做一些询问，跟让他说明机会。2006年哈，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桃园机场外劳服务站，作为移工离境之前最后申诉的管道。哈，在2006年的10月的时候，修正了聘用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其中第45条授权劳委会要求要订定。这个雇主办理与所聘雇第二类外国人终止聘雇关系的验证程序，哈，我们第一个必须要通知在地的劳工局，第二个要确认雇主是无期欠工资的违法情事，且哈，这个终止关系是劳雇双方都同意的，劳雇双方都要同意，那劳工局才核发这个证明，那雇主也才可以根据这个去递补外劳。所以他被带到劳工局之后呢，就开始所谓的要结清薪资啊，跟验证。可是结清薪资的过程，我别人怀疑他的那种合法性，因为他们公司是只打上班卡，不给打下班卡。那他跟我们说他的工作的时间，一般的常态是早上7点多，一直到晚上11点、12点，甚至到1点多都有。这在高雄的工作状况，回到嘉义呢，也是常常加班的。所以他第一次的申诉关于加班费的问题，就是基于这一点，就是工时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记录。然后反倒到了那个10月30号当天早上，就说要去结清工资，然后完全没有被告知。所以那时候这个嘉义县的社会局的郑小姐在电话上面一直跟我们讲说，他们工资都结清了，没有争议等等。可是其实10月30号一整个早上，这个劳工就一直在申诉说他完全不同意这个过程，而且他不要回去还有争议。那这个过程一直到机场，包括我们后来跟劳会打电话，其实都没有办法跟劳工局的人跟机场服务人员，就这两关原本是外劳被强制出境的主要的两个关卡做说明跟解释，说这个劳工其实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喊跟我们怎样说明都不被接受跟就是听到。在这个案子里面，这一位移工从头到尾他没有同意，他的同意书上如果都没有签字，甚至到了机场就算是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刻，只要他说不要 as long as he said noNo means no， 就是不要，你就不可以强迫。那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谁可以强迫？雇主当然不行，仲介不行，劳工局劳委会不行，甚至警察也不可以。因为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只有移民署根据驱逐出国的程序才可以强制出国。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没有看到，我不确定有没有，好像没有听说有移民署的人员介护然后押送他上飞机。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他说不，还有警察或中介送上去，这个本身不但违法，而且甚至可能有强制罪的问题。劳工局这边他已经知道他刚刚所讲的第五点是有可能是说雇主他就是不愿，所以在这边求证这个劳工局的部分，当然他有这样的一个简约的证据，就假如说在这个整个处理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时候都要做出，甚至人员的这个敏感度是有一些差池的话，我想这边要这个东西是要这个正式面对这样的对待加强这个训练。这个事情让我们很害怕，或者是觉得很震惊的是，劳委会自己这个机制竟然是有自己的执行的方式在做，而且像刚刚李委员讲。一年里面有将近4-5万的外籍劳工是这种所谓半途解约而同意回去了，那我们就很怀疑，如果这个案连在我们边协助的情况下，他都可以被强迫的遣返回去，都可以这样出出去，那这4-5万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又有多少人是非自愿性的而在被半强迫或者是很强迫的情况下就送回去？这个机制设计本身的被破坏，它没有发挥作用。竟然是来自我们的劳政局，就是说原来应该是要预防机制的这些人员，那我觉得这个是劳委会可能你们要彻底检讨的。